那就故意把你留下来，给你排很坑的人。我懂了，我懂了，兄弟们，悟了。为什么以前每天赢一把可以上分呢？那是因为你每天赢一把，对不对？你每天赢一把，他觉得你玩的时长不够多。如果你开第二把游戏之后，他就觉得想让你多玩一下，他给你排很坑的人。他让你就相当于你去那个就是打牌，他第一把都让你赢。然后到后面就是才让你输，等你完全上头之后就让你输。他开始的话故意给你放点水，套路啊。太阴了，真的是阴险狡诈呀。ADC 没状态的，回家的，对面下路没有双招的，我得赶紧去。赢两把很简单，好吧？我昨天就1点钟就回国了，这不今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吗？午后温暖的阳光依然闪耀。这个世界美好的世界，征服者的话是持续伤害了。这边下路回家了，没啥机会。主公这边也抓不连，这边带的是扫描没有眼的。把这河蟹打之后抓一波下路。好 Q 啊，帅的呢。一闪就好，我帮他打一个 Q， 黑就好了，继续 A 就好了，必须要打他个三个闪现。真厉害呀，真厉害，来得好不如来得巧，来得巧刚刚捡三个人头。越打我思路越清晰，真的。刷得快有什么用吗？刷得快你相当于在送。我知道是什么潜伏在黑暗之中。时间旋转，影儿。他已经打完了呀，去没啥用了。这波往上走，他把线推进去的，别让他把线推进去就可以了。他没到六级，他说必须要交闪现，他可能交闪也得死。以我的意基本上是不准，打个闪现就可以了。我们家上单快六级了，可以推过去直接越了。他控不了线的，我们家上快六级了，他六级之后可以变身的，他没闪现，骸骨的话在 CD 的。我真正的美隐藏在肌肤之下。 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没事，我敢打你杀就好了。你不杀，那我来了。灵魂法师，
你好聪明啊，狮子狗，还骗别人一个大招。再把这边的一个小龙拿一下，曹冲啊，曹冲拿一下。狮狗有大招落地就可以四星的，我们是主玩狮狗，懂狮狗这个英雄的机制。把我们家狼来抢一下，你在排是经过我的同意了没有？排别人眼，跟你很熟吗？怎么跑？走位 Q 一下，中双翼，好漂亮，交给我了，走吧走吧，别来了别来了，我要害你了。没死就好，那你不要来了，你到死了就跟我无关了。他们家中单不见了，中单不会来杀我了吧？我还害怕。在下路还行，那我就偷他三，我就强行强抢三足野怪，不能用偷这个词，因为现在野区是我的地盘。下路召唤师技能快好了，我们上单大招好了，可以再抓一波上路，军训一下。又来了 ，A 是吧？硬 A 是吧？他为什么不早点开大招？我是没想明白这里。这个是小学生吗？他直接开大招过来呀、啊！我都他走过来没有看清楚的，残余视野。他直接大招过来啊，必杀了这一波，我不让他碰到我就好了。后面有人在了，想偷个点野怪是吧？我刚看到位了，但不知道躲哪里去玩了。他不会闪现跑了吧？走位，走位，哼，没躲在里面，吓人。这小鱼人，莫非是想我这个人头给想疯了？感觉跟个小学生一样，也去找别人。把河蟹打一下，先吃河蟹抢视野，再找机会打小龙。我惩戒伤害比他高的。K 子是吧？那你烂，想杀我？但我不给你机会哦。这个版本蜘蛛出装的话呢，第一件可以做风暴，第一件可以做巫妖，第一件可以做风暴巫妖选一个就好了。我个人建议你们第一件做风暴，
或者是无妖之火，但是因为我的天赋的原因，我的出装比较独特，第一件竟然选择去做一个影焰，没见过吧。这个小鱼人好想吃我这个终结，那我就一直用我的人体勾引他，这就是对正常队友知道去打这个先锋，这什么事情都让打野来做，我这边保一只 C 就好了，我当个辅助。午后温暖的阳光它依然全急了吧，撞我撞我呀，我这不是送人头了，那这小鱼人以后不杀我了。蜘蛛啊、蜘蛛的话我跟你讲一下，它是不是高分段的常客，你继续算一下这个比例啊。它50%概率要被ban，20%概率要被选，就是如果说没有被ban的话，对吧，就是相当于正正一加一负等于70%。而且这个是钻石大师的数据哦，他这只是钻石大师的数据。国服更恐怖，国服50%被概率被ban，30%多概率被选，就是80%这一局会出现蜘蛛。这个版本蜘蛛实在是太强了，强的离谱。我刚刚一直在等那个牛头撞我，他不撞我，浪费我表情。这个跳舞吓到别人了，没事没事没事，给我杀兄弟们，打打啊，喜欢打喜欢打喜欢还手啊，烂，看来上一把送的人头还是有用的耶，我这把要不再送几个吧，我慌得很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，要不去烂一下，我送几个悄悄悄咪咪的送，这别让队友发现我在故意送人头，到时候举报我就不好了，对，我到时候送辅助，我要变聪明，给侧面翻 W， 你看这队友，这对面都不正常，这感觉对面全是小学生。你看，没事没事，走直线，你除了 A 小兵加移速以外，就不可能追得上我了。你要不一刀砍死我算了，你撞不撞我就说嘛，撞不撞嘛，撞我就一起来，你不撞我就追，骗你，撞也没有用的，要死。哎，我怎么又在 K 头啊，我要送，快快快兄弟们，怎么送，教我一个演员的技巧，有没有直播间有没有演员的，有没有职业演员的，教我一下，把经济全给队友吃，快快吃剑锋了，来快吃，给你150，把经济全给队友吃，少抓野怪啊，你吃，我直接不要了，给你吃，你吃，兄弟们吃，我钱够了，吃吃，面具来了，
但这一把我 MVP 的概率很大呀，三杠零，九杠一。但是我要悄悄咪咪的死。第二件把面具做出来打持续伤害的，这样增加一下自己的容错率。感觉打到大师以后就不会有这种耶斗其实存在了。现在这个钻石段位感觉鱼龙混杂，准备想办法把这个段位升上去。完了，一直要来，这 W 怎么不过去啊？CT 做一下，下刀没做退身了，我这没故意送啊，开玩笑的。小鱼人做风暴了，没这些两件套，我没这些一件套，等小龙刷新吧。那我得谢谢你一下吧。后面牛头在的，我一个人去不了，也就是没我们家上单没有，我们家上单没有大招的。没大招的。牛头没有大招。后面还可能有那个在，有小鱼人在的。我也在。还好我鸡贼，我没有先进去，这不进去肯定要死，肯定全在上面去了，不然 ADC 不敢一个人这样推的。牛头没有大招的，这波二号可以打，后面有牛头在的，他为什么不大招进去啊？移出来，他为什么大招进去啊？他大招好像也会被破。这牛头比较克我们这个阵容。900滴血，我这个蜘蛛嫌疑不能这样交了，这样交太容易被集火秒了。德罗文大招不会的，德罗文 E 可以打到他那个技能。等小龙刷新吧，退身还没有钱，把退身做出来。
还得靠我站出来，毕竟我 K 这么多头。打不了，打不了，打不了！不打大龙吧，稳一点还是更好的。把金身做一下，他们有大招流的。德隆大刀不能打断的，德隆 E 可以有击飞效果，卡丁大刀可以的。直接把大龙拿了，他们全在下路的。威的话来不了了，已经。把蓝跟红打一下，差不多可以团了。四个有六槽虫的，这把可以分带的，不需要直接去团。我们这边四个人一起包就好了，然后我们站前面，那末日跳一个好大招。打横幅可以加速器啊，谁跟你们说打外服就一定要在国外可以打的？双 TP， 这边先大招先下台一下。炸到了，小小消耗一下，龙芒刷新，这波给压力啊！我们下路这边上高地了，一些牛头，一闪了。生日快乐！给你们看金蜘蛛，兄弟们，你们先推，我要给你们表演金蜘蛛了，叮！全场最佳。